北京时间12月12号晚上7:35，江苏和山东的焦点战正式展开。首节比赛，丁彦雨航和莫泰尤纳斯发挥出色，一内一外得分火力凶猛，江苏则显得毫无办法。两位国内内线被莫泰一个人造了4次犯规，江苏不得已只好早早换上拉文里达来阻挡莫泰的进攻。首节结束，山东以30-26领先江苏4分。四节比赛，丁彦雨航、劳森和莫泰继续强势的进攻表现，里突外投防守反击，给江苏的防守造成非常大压力。其中劳森是8投7中，效率极高，半场砍下23分。小丁和莫泰也分别有12分和13分进场。半场战罢，山东就以62-43领先了19分。下半场一边再战，江苏队不断利用山东的失误打出反击，但山东依靠着强大的阵容实力维持分差。到了关键第4节，比赛变成了布鲁克斯和丁彦雨航的飙分大战。布鲁克斯火力全开，三分线外不断命中投篮，而小丁则不断用炉火纯青的跳投技术还颜色。最终，布鲁克斯拿到30分、14篮板、9助攻，丁彦雨航则是拿下26分、4篮板、2助攻。山东以111-99有惊无险的收下胜利。腾讯体育综合报道。